云飞扬，好高兴今日又见到你。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开心的事，听说你练成了灭绝魔功第十重。没错。所以你就恃强行凶，血洗武当，柴杀五大派掌门，是不是？我独孤无敌，顶天立地，练武功是要人心服口服的，那些无名小卒根本不值得我杀。你的暴行已经全遍江湖，谁不知道？你还想抵赖？是吗？我给你一样东西看看。他是谁？谁？他就是甲河派签约苍龙卿的师弟知三四郎。东瀛人？没错，灭武当杀五大门派掌门就是甲河派的所为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人竟然假冒云飞扬，闯入我白虎堂、青龙堂，简直就不知所谓。那为什么你不找他们算账？我当然会。等我的灭绝魔功打败你的天蚕功之后，我自然会找他们，顺便帮你们武当派报灭门之仇呢，好吗？独孤无敌，你无敌门的灭绝魔功一直都摆在武当天蚕神功手上，这一次亦都不会例外。你错了，今次要破例。你们听着，这算武你们的事全部退出宫外。是。云飞扬，时间无多，请。独孤门主，既然武当灭门的事与你无关，我找千月苍狼卿澄清之后再来讨教。不得，今日是非战不可，灭绝魔功和天蚕功一定要分个胜负。那好，请门主指教。快点
等我嚟。快啲扶云飞扬去海边，呢度等我嚟。哦。独孤门主，你中嘅签系第十二签，系支下下签。呢支签系李太白流月，你自己睇。神流海市幻无边，万丈晴空接上天，或被狂风拂吹散。有时凝聚结青烟，哼，我都唔知佢噏乜吓。佢嘅意思系话，你眼前嘅事只不过系一片虚浮景象，表面上好睇啊，但系唔得实际。所以我劝你呢，就唔好赶尽杀绝，都系积翻啲阴德好啲。你讲，哎呀，你咳啊，一定系有病，有病在身，千祈唔好动肝火啊！你就我有病，我要将你罪出。对唔住，整黑咗你只手。孤门主，你的婚姻线尾部下弯，又被十字线冲断，注定你妻离子散。唔准讲。仲有，你的生命线尾部有个倒纹，唔单止表示你性无能，而且表明你的心脏有问题。你乱讲。你而家呼吸唔正常，五脏气血翻腾，顶住条中气啦。我再俾多样嘢你睇下。